今天我也此举只请了一位服务过百亿身家和礼炮和中旗的私人管家。张总，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？分钟之内，下楼去。去啊！陈老师，我这管家行啊！没有，他一直让我滚。没用的东西，还得我自己出。没有，张总，他让我也滚。那是他没品位。美女，贝哥刚刚的运球帅到了吧？哥教你啊。你很低嘛，我找五哥去。哥？哥不是在这吗？我哥会扣篮，你会吗？炸！哎，管家，管家，怎么样？扣篮帅不？加个威。管家，快跑！哎，我操！回来！